这个营，本来营运制作编这里了哈，就是你怎么抓下来，对不对？再来，其实我们 Windows 7本身哦，有增加一个影片编辑的功能，就是 Movie Maker。好 ，SP 的时候也有，但是这次的版本它就比较方便，功能就比较多。那这个我想今天可能不太有太多时间，老师回去可以参考一下。Movie Maker 的话会在这边哈，你可以看一下，在所有程式里面应该可以看有没有叫 Movie Maker。但你大概知道位置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稍微试一下。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把 YouTube 影片抓下来？抓下来之后怎么转换成其他格式哈？来，我们先来请各位看一下，你今天不管用火炉用 IE 都可以，您来找一个地方哈，比如说我这边打开火炉也好，或者用 IE 都没有关系，我从这边打开，你要关闭引擎。你找一个关键字叫 FaceTube， FaceTube， 找这个关键字 ，OK 吗 ？FaceTube， 哎，对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呢，你找看看哦，你看我一找，搜寻有没有找到，比如说一张诺德布，第一个就是了哈，点进去。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号称支援所有浏览器的这个所有附加元件，其实您用是 IE 也可以。好，那您看到有没有在下面这里有，对不对？您就按 install 站就好了。哎，用 install，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装过了，我这边装过了，所以应该是不错。好，安装，这样就好了。您如果这样的那是火炉的话，它需要重新启动一下那个火炉的浏览器，但是 Google 的本身是不用。好，所以你看我装好了之后，我们来看哦，你要找 YouTube 对不对？好，前面这个没有问题哈、哦，你就看你想要看哪一段影片。好，比如说这里有近思语，我马上点进去。影片还没出来，好，那我换别的。好，我点别的哈。好，你有没有发现下面有一个叫当漏？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当漏？有哈，就是你装了那个之后，这边就会多一个当漏哈。那我现在呢，点一下，它呢就下载回来了，可以吗？随便你啊。这就存档了，但是就比较简单。好，我想就把它融合在我们浏览器里面就好了。好，这样讲对大家来说会相对比较简单。那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抓下来，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档案怎么播，好吧？老师，您可以先看看我们刚刚的那个关键字 FaceTube 哈 ，FaceTube， 好，这个好，我把画面先还给老师，您先找看看。可以把它抓下来之后呢，不管你哪一个格式都没关系。那么我们抓下来之后，可能老师会发现说，诶，奇怪，我们家的好像不能播呢，那我们家的好像都可以呢。好，你看我这个是 MP4 的，我可以直接点一下打开，对不对？ ALV 我也可以打开，因为我装适当的软体。好，那么因为现在各位的是等于是很干净的那个作业系统，好，原生的，所以你会发现，诶，可能不能用，那没有关系，您到我们这边。刚刚您在找我们相关软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影音制作片？我已经帮老师准备好了。这里呢有一个叫做格式工厂网，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多媒体的解码跟播放。好，一般来讲，如果说老师您会看不到，跟这个档案没有办法播放的，就表示说它因为网络上那种影音的那个编码很多。好，那所以如果您没有办法播的，我会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装起来，这个装起来，那你就知道下一步就装完。好，那你装完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格式工厂把它解压缩，这个是不用安装的版本。好，不用安装的版本，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转换档案的工作。比如说老师为了怕以防万一我拿到别人家里面或者电脑，好，不能播，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转成我们家传统的 WMV 啊或 MP4 啊，那 Windows 本身就可以播了。哎，这样就比较方便了，所以您可以下载看看。那格式工厂的部分呢，我先提醒给老师参考看看。
啊，你看我从这边先下载回来，好，我这边已经有了。我找到我的绿色软体，好，这个德式工厂。对对，好，里面你只要说这里的执行长，都抖两下，就中文的，所以导致也不太有困扰。但使用上很简单，您就把您要转档的影片，我要转档的影片在这里，对不对？不管是这个或这个都没有，按着把它丢到这边来，好，把它丢到它上面来，把它丢到它上面去，这样他就问你要怎么做什么，档案格式的转换。好，那您可以直接把它转换成，你看我们这边有什么，有 WMV 的，有没有？有 MPG 的，这些都可以。甚至有时候老师要的只是什么，影片我不要，我只要音乐而已，对不对？有时候你把它放在随身听里面啊，好，或者说教室里面播放的，或车子上的，你直接告诉他我转 MP3 的，这样了解了，他就只拿声音出来。好，所以假设我先转成 WMV 好 ，WMV 是大家Windows 都能够播的格式，那我就按确定，那您就按开始，它就帮你做转换。好，转完了，您可以看到有没有多一个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这边打开就可以看得到。那应该没错吧？好，所以老师您先稍微试看看哦。目前各位的呢，应该是都连打开都不能打开，所以您可以先安装，你看到先按 OK 的。好，你就下载之后再步。那这台电脑呢，就会认得比较多网络上那种名义的格式。转换完之后，格式工厂预设放的位置在我的文件夹，您可以按这里有那个输出资料夹，按一下，它就会带你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去，让你了解了吗？好，我是因为已经把它设成转，我设定说，我转换的时候就转换到我从哪一个档案丢进来就输出就丢在那个资料夹。你也可以从这边的哈，来这边，这里有一个叫做选项，有没有？按一下，这里是叫输出资料夹，有没有？预设是在这里哦。那我只要把这个勾起来，也就是我从哪一个，我从一槽丢进来的，它就回到一槽。就同一个位置就对了。好，比如说放在 ABC， 它就回到 ABC 旁的资料夹。通常我比较喜欢这样，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我不用再去找。好，这个是给老师看一下的哈。那如果说您丢进来有一次丢好多个，那么这边你可以自动转档。那你看，如果我这边丢的是一样 SLV， 我还是可以把它怎么样放进来啊？一样，我就把它变 MP3 就好了。那这个时候转换出来就只剩下 MP3。 好，任务结束了。你看这边有没有多一个 MP3？ 我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样比较方便，点开你就可以听看看那个是不是正确的。啊，旧的还会留着？当然了，它会产生一个新的。这样老师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哈。所以影音制作篇我讲。我们主要还是跟大家介绍，就是在 YouTube 这边您怎么样做这两个动作。好，做这两个动作是大家比较会有需要用到的。这样老师大概还没有问题？没有齁。